各位商会同仁，想必啊，最近大家也有所耳闻，庞家的赌坊卷入是非，庞孝经此变故，下落不明，其名下的财产也被官府查封了。庞家好歹上上下下十几间赌坊，若是解封以后没有银子成，怕是就此就闲置了。正好，这几日，莫老板多次提议。 想要接手此生意，诸位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，我广汇庄刚结了官司，故而现金不足。今日我来呢，就是想与诸位商讨，谁愿意出资与我一同盘下唐家的产业。这个事儿肯定不能干呀，可不嘛，亏本嘛。这也不行啊。诸位要是不愿意担这个风险呢，也行，那就借钱于我，安心吃利息便是了。这藤校。 卷入了劫银大案，才被府衙查封了家产。至于什么时候才能被解封，都还说不准呢。是啊，哎，你不知道啊，到现在，一点风声都没有。是啊，这南都府衙又不是他莫不翻开的。莫老板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向莫老板当面请教。我斗大问一句：府衙查封唐家一事。 是否已经有了回旋的余地？我刚才也说了，诸位只是借钱于我，至于唐家的产业线下如何，诸位无需挂念。哎，这笔产业姓唐还是姓莫，对南都府衙来说，并无区别。但是，对我等来说，若是一直不能解封，我们不但吃不到利，恐怕连本都收不回来啊。 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就是啊，对呀。云东家，他们商量的这些事儿，你也知道。别着急，接着往下听。这自古以来，民不与官争利，莫爷莫怪我们太过谨慎。这样吧，笔号念在同会之意。 认捐100两，笔号也认捐，80两。我的80两，50两，50两，哎，30两，捐50两。王老板，哎哎，你今年挣了那么多银子，要不捐个5两10两的？捐，我捐60两，莫老板。<笑> 我诚心与诸位谋好处，奈何无人信我呀！哎，莫老板说的哪里的话？虽少，不也是实实在在的银票吗？莫老板，您看这，哼，不瞒大家，我苏某也特别喜欢此桩生意。 要不是身为会长，贸然入局，会显得以权谋私，霸占同行家产。苏会长多心了，就算苏家出资认购，那也是为了收拾唐校留下的烂摊子。此为义举啊，我等怎么会误会呢？对，义举啊，义举啊，是啊。